是解释天下心系百姓的青州女王白风夕，也是星汉灿烂中率真可爱敢爱敢恨的程少商。他凭借着灵动自然的演技笼获赞誉无数，知足而上进，温柔且坚定。今天他将绽放属于自己的青春光芒。年度优秀演员赵露思，祝贺赵露思，祝贺祝贺，开心。下面有请赵露思登台领取属于她的微光荣耀。好，挑一个，好，请发表您的感言。首先非常感谢在座的哥哥姐姐们给我的机会，才让我有了这个奖项，然后谢谢微博平台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会继续努力的。好，谢谢，再一次恭喜赵露思，谢谢，也期待你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，期待，请休息。